五岳星河怎么叫命运？是心地又老实。命是改不了的命定。资源有限，不是我们不想做，是做不到。世界上最卑贱莫过于做公公。运怎样捉摸到不定的因缘和合？人始终有七情六欲，千万别越雷池。我是不是可以没有这个命？我真的很怕啊。命运就是要看你怎样把一手烂透的牌打好。我会永远陪着你，我不会让你一个人面对。我会在此垂帘听政。我今天就替天行道，请你放过。星河人气剧场 On Call 36小时，历史时刻大太监，五月星河，看命运在我手。星河四月，男人天下，当打在当下。你快跑去火车站吧！一、二、三，不是宁峰一个人犯错，我不应该罚他。我要求公平，滥用职权，我要投诉你，为什么要针对我？好戏连环看，心扎师兄。星河四月，男人天下，天下争霸，要心狠手辣。如今我是秦国王子，一个阉人，也配有孩儿吗？把吕不韦和所有叛党一并押回咸阳，听候寡人发落。历史时刻，寻秦记。星河四月，男人天下，凶残与脆弱双面人。我只想他试试什么叫做一无所有。为什么所有认识你的人都会出事啊？这个游戏这么好玩，一定不要结束得太快。为什么到现在你还放着外人？为什么？星河人气剧场新战太监，望之不似人身，察之不近人情。奴才就是奴才，你还是不是人？逼自己亲骨肉做太监，世界上最卑贱莫过于做公公。慈禧太后在惊涛骇浪的政变中怎样夺权？你的荣耀本来都应该属于我的。他杀我孩儿，这个血海深仇我一定要报。我会在此垂帘听政。李莲英为你解开世人津津乐道的迷思。莲英，你很怕本宫吗？奴才愿意双手为太后分担苦恼，为太后传话。我权比你大，我今天就替天行道，清理门户。历史时刻大太监，周一至周晚上7点 TVB 新华频道。抓紧生死关键时刻，On Call 36小时。病人不能等了，再这么流血会失血过多而死，有什么事我一个人负责。你明知血管炮处理师浪费大量抽血，为什么当时不马上出征？你是大医生啊，你的医术很棒，你救了很多病人呢。当医生也变成病人，原来才能最明白病人。我有脊髓内肿瘤，你的后背开始觉得痛，而且你的腿也会间歇性无力。我真的很怕，我是不是可以没有这个病？面对最难做的手术，要怎样挺起来？这个手术可能是我医生生涯里最难做的一个。星河人气剧场 On Call 36小时，周一至周晚上10点 TVB 星河频道。